乜嘢嘅時候搭的士比較多？我首選係咪我都會搭咗先？我同佢講，我可能我會遲15分鐘到，15分鐘後打俾我。你落嚟未啊？我講個地址，話翻屋企。去過啦，我請過陳寶珠，陳寶珠住嗰度噶嘛。司機咧傾起偈嚟，揸夜更喎有一日，車埋去叫我停低喺一邊，又問我有冇興趣試一試喎。咁人一世咪一世咪試下。晚吹總有一件喺坐緊，今晚11:30，99台 View TV。